大家好，我是未来之星。Hello, Lumina. Hello, 大家好。Let's go. Let's go. We are go. Go Languages University. Go. 你去吗？不去。不去。OK, 里面呢不去语言大学哈，等下我一个人去吧。今天的话我打算去语言大学的话面试一下，看一下我能不能做那里的老师哈。因为听说语言大学那边老师中文老师比较少，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很多中文老师都回中国去了。咱们今天的话去看一下，看我合不合格哈，能不能做上一个他们的代课老师，或者是解决一下这个签证问题。好的，有没有 ？Goodbye, and let's go。这是我们的三年级版。这是你们的。三年级版。这个是中国语言办公室是吧？对，那是我们的老师写的，你们也是我们的老师写的。哦，进门请脱鞋，语言翻译四楼。OK, OK, 好的。这是我们的图书馆。图书馆。好的，好的。没开呢。图书馆 ，OK。现在我们去找一下你们的负责人，让我看一下我是不是能够来这里教书啊，教一下汉语，看是不是能够。在这里有厕所。这里有什么？厕所。这里有厕所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这有图书馆，还有厕所。那个地上非常不错的，你可以随便关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。他说我们的中文老师从中国来到美国，这个一个星期后他们就回来这里，他们就来到这里啊。然后他说这个学校不给他们的工资，不给他们工资。中国的学校给他们工资。对对对。哦，就是如果我来这里教书的话，这边是不给工资的。对。哦，是中国那边给工资的。对。OK, 是 OK, 好的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如果我来这边来这里教书的话，是可以教的是吧？可以教，但是他们不给你工资。哦，就是没有工资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先了解一下。老师，我有时间的话，我可能考虑来这边学习。哎，你可以再问一下，就是他们这个英语的话是什么情况啊？基本上话 English 跟你讲的差不多，咋的？但是呢 ，English 讲的过来，就几个讲的啥跟啥讲的？你不是吧？什么 English 讲的来 ？English 讲的来。你读过英语吗？我以前学过英语。学了几年。我已经学了。刚才我们是问了一下，就说来这边，如果来这边教学的话，需要去那个工作，需要工作签哈。是这个要先办一下签证，我怕这个签证的话不好的话，就要先发份简历发给学校是吧？如果你像在这里教汉语，你要给你的院里。你要给他你的简历，这个他是我们的部长啊。你们的部长就是把这个简历给他。好。还有。好，拜拜。就简历，就是应该是其他要求都没有什么要求啊。其他的要求没有，因为我听说最近没有中国人，没有中国人想来这里教汉语，所以如果你想当这里的。老师就行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工资啊，这个都没关系，我也就是来这里玩一下，没有工资也行，就是我想学习一下，教一下汉语嘛，再提升一下自己的英语，来这里学习一下英语和教一下汉语，同时提升一下自己的英语，这都没有关系的，应该还是可以来这里教的哈。好的好的，非常感谢啊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先回去吧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小视频我们就先做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转发、评论我的视频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